没办法，又不能吃东西了嘛。你看他，大清的，最近没有。他那个嘴巴，一个皱巴巴的，你看。 喝点水，喝点啥子？嗯嗯。我爸不得行了，要整理了，他给打电话的了，他不能说的了。或者你叫他晚上来嘛。 来，搬家。血糖高啊！做这个会。 血糖高了，然后你这个乳酸脱氢酶这个比较低，太低的，40到400才正常，这个太低的。你过一段时间做，你还做不成的。还做不成了。嗯，你做起的话，伤口因为糖尿病的话，你伤口发展不好的。本来10到100，你过一段时间等下身体恢复了时候再做。这样不是人发青了有问题没得？ 你没发了嘛？你做了的时候，你怕他这个，你主要是怕他伤口治疗不好的话，你怕伤口愈合不好的。过段时间就出来，伤口不是。他装几点钟醒的？他装的团。现在钱不到，啷个回事啊？过两天你把那个儿回小虎带起来给。小虎飞。万一小虎飞检查也不达标啊，白跑一趟。 管他呢，到时候再说。今天几把小虎又拿下来吧？今天不，今天。哦。他露出来的。我两天两次。你妈今天吐了一次。吐了的啊？嗯。你吐的啥子？那我咋办？只有走回家。你要省钱嘛？那个多少钱？这个300块钱。三百啊？嗯，应该贵啊。应该300块钱，省话，说给你。喂。大姐。 三百。其实为啥子？我找你做的。你比如说，你那种的话，很容易死了手术台。你做的话，他很容易死了手术台。你看嘛，这个是小于5，同学，小于5，那你这血糖高位，回去调理一段时间再做。身体还可以。 不撑那个的，你调理个2-3个月以后，把两个都调理了，就该做就行了。痛一下面。我要吃水果。慢慢还有，我要吃水果。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你们看啊，手术衣服还有这个圈儿，白跑一趟。恼火恼火，哎呀。 好了啊，我们先回去。